担心明天再说。他就开了出版社。他的方式我觉得还蛮特别的，因为在台湾创作的人很多很多，像第一个作家是弯弯嘛，然后萧清扬，其实他们是图文作家，萧清扬可以说是艺术家，唱片封套啊这些你常常可以看得到，然后聂永贞，对，你喜欢，你是画家控，然后还有小红，男女小红，你是小红控，小红很有意思啊，书也很好看，我觉得。好，然后社长讲的里面，刚刚准备宅女小红的书过来，准备送给宅女小红吗？小红的书，小红应该大家都知道吧？知道吗？知道。好，女生摇头是对的，但是应该知道，很好看，很有趣。然后我很喜欢小红背后的故事，创作的背后的故事。好，那个怎么样？不要讲，不要讲，好，大家讲。冲着他刚才那些称赞，让你当一下比我们红的那一个环节。那好，接下来就带来最后一首歌，那请各位继续支持1976的专辑，继续支持自转星球，然后继续支持 Sony 唱片，然后继续支持台北那个行政场地，所以1月30号大家在那场地见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我要讲最后一句的，星期二。我在印拿海邀请晚上8点到10点，然后在海边的卡夫卡放歌，然后2小时，然后用音乐跟大家一起回顾2009年发生的一些事情，包含可能是以我书里面的心情，或者说我听1976唱片的一些心情。那如果大家没空前往的话，可以密切注意阿海的呼啦，他都会把歌单放上去的。所以这样一讲，大家就不会去了。所以请密切注意1976阿凯的哭浪。好，最后一首歌，耳机里的心脏场。谢谢。说真的，就是一直想要变更红，就是那一种红。然后很受欢迎，可是一直都不是。但是。我觉得跟社长一样吧，就是失败了也没有什么关系，因为我们还蛮骄傲的，我们就是一直很累，也很开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人生梦一家，不用勉强了。我们曾更加都明白，留下了这个和弦。留下了这个节奏，留下了这次无心的快乐，还是一样想做个扑克，还是一样而且都是这样。耳机里的新浪潮漂亮的唱，我曾经醒来，我曾经睡着，我曾经也错。
Thank you.